我住的地方，狗都不住的地方，你让我住，老太，我想干嘛呢？把我困在这里来干嘛？你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干嘛？你干嘛？什么破地方？干什么呀？让我住这儿，我砸死你！什么破地方？干什么呀？让我走！别走！小智啊，哎，于鹏老师，他们快到了是吗？他们马上就要到了。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女孩的情况，她家庭条件特别好，就她一天的花费都得十几二十万，知道吗？这么能花钱，这么有钱。你别担心这些事情啊。我跟你说一下，虽然她家庭条件特别好，特别有钱，但是她的脾气不太好。那我就让着她点呗。你到时候你注意点啊，见机行事啊。留个电话。来，刘哥，你到了是吧？啊，我们这就出来。哎，叶一峰老师来了。来了吗？来了，来。过去看一下。哎呦喂，吓我一跳！怎么了？还长得跟个小妖精似的。什么小妖精？真的，云峰老师，我给你打开，你自己看一下。我看看来。那绝对吓你一跳。哎呦，这确实，你就是小倩是吗？我找那个姓云的。我就是云鹏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就是，李阿姨的女儿小倩。是吗？给我替那个老太婆扫兴。怎么还老太婆？说这是，那是你妈妈吗？不是啊。提了她，听她名字我就扫兴，烦得慌。那好，我们不提了。那我们到地方了，你下来吧。就这儿。啊，你已经到目的地了。给我拿箱子。拿箱子。你呀，难道还是我拿呀？来，我帮他拿一下，帮他拿一下，小志。我帮他拿一下。我跟你说一下，你妈妈给你准备的一份惊喜，就在上面，我们上去吧。在上面？对，在山上。走吧。走。这箱子里都装的啥呀？这么小心点，别给我弄坏了。哦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，可慢点啊。地方还挺好的呀，有山有水的。那肯定的呀，这多好，山清水秀，空气又好。还不错。这是你妈妈特意给你准备的。别老是提她，提她的名字我就听了就烦。啊，好，不提不提。那个，你慢点啊，注意脚下，注意安全啊，注意安全。走吧，往上走吧。你看看这头发，本来我还第一回见。头一回见是吧？没事没事，走走走，没事。就走这儿，你看啥呀？这哪走呀？这怎么走？这哪里有路呀？这不就是路吗？这不需要铺红毯吗？铺红毯？你爬山不需要铺红毯呀？你这是第一次来山里吗？我都没走过这样的路。没走过，这不让你走一下吗？走吧。慢点啊！这是人走的路吗？你这话说的肯定，这不你在走吗？这不是？咋不走了呢？太高了，这咋走呀？这上不去，这么滑。怎么还上不来啊？你不行不行，我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你把惊喜给我拿下来就行。把惊喜给你拿下来？对。怎么拿下来？在上面，这是你妈妈给你准备的惊喜，就在上面，拿不下来，你只有你自己去拿。死老太婆，真的，我回去我弄死她。我你这话说的，这是走。你这个脾气还不小呢，这是。他说我给我准备了一份大的惊喜，把所有的家产家业都给我。哦，把家里边的家产家业都给你。要不给我这么多东西，我能来这破地方吗？慢点啊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注意安全啊。到了啊。到地方了。到地方了。不是，这么破的房子。这房子还破吗？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这啥东西呀？这是人住的地方呀。惊喜呢？惊喜就在这个屋里面。在这个屋里？对呀，
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哪有惊喜啊？这就是你妈妈给你准备的惊喜，就是晚上让你住在这里。我住的地方，狗都不住的地方，你让我住？老太，我想干嘛呢？把我困在这里来干嘛？老太，我干嘛呢？你们来合起伙来欺负我呀？在这儿欺负你啊？你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干嘛？你干嘛？什么破地方？干什么呀？让我住这儿，我砸死你！什么破地方？干什么呀？让我走！别走！待住他！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？你自己扔！你自己扔！干啥？你干啥？你别扯了！别这么没教养啊！你们几个给我等着！啊、我告诉你们，啊、我让你们好受！你干嘛呀？快点，快快快快！怎么回事？啊？吵起来了，于峰老师！吵起来了！吵起来了！我看看，别走！让开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让开！怎么了？干啥呢？这什么地方？让我住这样的地方，这狗都不住的地方！你能把人扔带走？我看看，怎么了？狗都不住的地方，你让我住这儿？你想干什么呀？你让我走，我现在要走，我要出去，让开，出去，让开。住这儿怎么了？让开，这狗住的地方，什么地方？这都是好的地方，这是狗的地方，我们都住这儿。你住这儿，你住这儿吧，你是狗，你住这儿，这畜生住的地方。你骂谁呢？你能不能别骂人？这畜生住的地方。你让我当娘骂我？来，别说话。让开，我要回家，让我走。回家？我要回家，让开。走吧。给我手机，我手机来。谁拿你手机了？我手机呢？手机。你把我送走，昨天你接我来的，你把我送走。你接我来的。你自己走。我上哪走？这大厂我哪知道这是哪儿？他手机呢？给他来。给你手机。把手机给他来。给你手机。给你的手机。这什么地方连个信号都没有啊？信号啊？你不是走吗？走啊。我怎么能出去？这大山这么高，我怎么爬出去？你把我送走。所以说你妈妈让你上这里来就是让你好好在这安静安静，想想你自己之前做的那些事情，知道吗？我不管那死老太婆，你看我弄死她，我叫我朋友来，我弄死你们。说话这么狂是吗？啊，你妈妈之前跟我说了你在学校里面啊，你和那些狐朋狗友每天都在做什么呀？啊，每天都在挥霍，每天都在游手好闲，你还想干什么呀？用得着你管？我有的是钱，我家里不缺这些东西，我有的是钱，用你管？说话注意点啊，在这儿没人欺负你啊，你看把这个屋里给整的，你看我就弄咋的了，我都弄咋的了，我到现在饭都没吃啊，送我来享福的，让你们来伺候我的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没伺候好你吗？没有，他没吃饭吗？我都给他做好了，他不吃，他把饭都扔河里了。你做那是饭吗？你那是饭 吗？那人吃的东西吗？那狗都不吃啊，你弄那啥破东西？你说话注意点，小声点啊，饭给你做了，给你，你不吃，你反而扔到河里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要吃好的，那些东西不配啊！什么是好的呀？什么是好的？海参、鲍鱼、鱼翅、燕窝，那才是配我吃的东西。那不好意思，在这儿没有。你给我整！想吃海参鲍鱼是吗？来，这里有，自己去捞。你让我去捞，捞也是他捞，来，你去捞去。那凭什么给你捞？你自己捞去！你自己干啥？你干啥？捞去！别扯了，别捞去。你管你们干啥的？你们几个给我等着！我告诉你们，我让你们好受！你干嘛呀？别动！来，让他走，看着他走来。我去小六，去看一下。注意他的安全啊！老大，你放心。气死我了！真的是，什么脾性这都是。没事吧？你手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看一下。没事没事。肿了吗？这边红了一块。没事是吧？嗯。哎，你跟他不能一般见识，知道吗？他的脾气太暴。之前在学校里面在家里面就没人能管得了他，知道吗？这都啥脾性呀？这是以后注意点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狗吃的东西，狗都不吃这些东西，你让我吃这些东西 啊就你是吧，你让我吃这些东西。行，住手。这也到中午了，看看那女孩到底饿没饿。小刘，哎，干什么呢？他们在那干什么呢？快快快快，怎么了？快快快，不是又怎么了？干什么呢？谁知道发什么神经？我要吃饭。你要吃饭？你也知道饿啊？啊？怎么不饿呀？我要吃饭。那之前给你饭，你为什么不吃呢？那些饭那是人吃的吗？那狗都不吃的东西，那是人吃的吗？你不吃是吗？啊？之前每一顿饭都给你了，然后你都扔到这个河里了，你为什么不吃呢？啊？那是狗吃的东西，我们家保姆都不吃那破东西。那我们为什么都吃这个东西？你为什么不吃呢？啊？给我弄点好的来。不是不给你，不是没给你，
对吧？给了你，你不吃，你找找自己的原因，知道吗？让你们来伺候我的，我是来享福的。来享福的。他说了，每天给我100个 W， 让我过来享福。啊、哦，过来享福的是吗？我要吃饭、啊。过来是让你体验体验生活，享什么福啊？这都是你们农村人体验的，我是城里人，我是千金大小姐。你城里人怎么了？啊？要吃饭？要吃饭？要吃饭是吗？直接给我拿饭来。要吃饭是吗？对。小刘，哎，把我们准备的饭给他拿过来。好的，雨峰老师。要吃饭好说呀，啊，我们也不能饿着你，对不对？来，给你饭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狗吃的东西，狗都不吃这些东西，你让我吃这些东西啊？啊？就你是吧？你让我吃这些东西？行，住手！我吃的东西干什么呢？你让我吃的东西干什么呢？在这儿？啊、你吃这东西，那你吃点，你给我捡起来吃。住手！捡起来吃。住手！干啥呢？我不吃。住手！狗都不吃的东西，给我这些东西吃。不吃是吗？不吃还是找你自己的原因啊？饭不是没有给你，给你了你不吃，而且给你的都是粮食，你在这儿浪费粮食。是吗？啊！住手！狗都不吃的东西，你让我吃这些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吃，你吃，来，你给我过来舔干净了。饭给你了，你不吃，不要怪别人，好吗？找找你自己的原因。我要回去，我不吃这东西，我要吃山珍海味。不吃可以饿着啊！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想通了，什么时候想吃了，跟我们说一声啊，再给你做，好吧？这是不是你把我弄的？别乱动啊！我让你们弄，我让你们弄，还有你，别乱动！干嘛？别乱动！雨峰老师啊，今天的天气不错啊，天气特别好，蓝天白云的。对，不知道那个女孩的心情怎么样？哎，雨峰老师，小智是不是睡着了？小智睡着了，看，还在睡啊？小智啊，小智啊，嗯，雨峰老师啊。那个女孩呢？那女孩在里面呢。在里面？嗯。这还锁着门吗？小姑娘，在里面吗？没人说话呢。在里面呢，昨天闹腾到下半夜了都。小姑娘，没人说话呢。是不是睡着了？啊？是不是睡着了？睡着了。啊。这个点应该醒了吧？哎呦，她昨天晚上闹腾到下半夜呢。闹腾到下半夜？嗯。几点睡的？这3点了吧？凌晨3点多钟？对。啊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一直在门口呢。小姑娘，咋没人说话呢？没。一直在门口，没出去。没人出来是吗？没人出来。小姑娘，这还睡着呢，这是。小姑娘。小姑娘，干嘛？吵死了！还不起啊？烦死了！啊？烦死了！你干什么呢？这是？这床怎么睡得这么硬？这么硬？吵死了！啊？太阳都晒屁股了，你还不起啊？这才几点？不是比睡到5-6点钟？你自己看看才几点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出去！吵死了，你也出去！你干嘛呢？你在这？我的被子。你的被子什么被子呀？你怎么能把被子放到地上呢？这是被子吗？这猪都不盖。这不是被子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被子吗？这猪都不盖的被子，这是被子吗？这狗都不盖。那你还盖啊？那你怎么能盖呢？这么硬的床，这么硬的床。你别乱动我们的东西啊！这是我们的东西。我不管你，抓紧时间让我走，抓紧时间让我走。去哪儿？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回家？我要回家，抓紧时间让我走。那你自己走。我怎么走？这山我怎么出去呀？ 啊！你们把我弄来的，这是不是你把我弄的？别乱动啊！我让你们弄，我让你们弄，还有你，让你们弄。别乱动！干嘛？别乱动！让你们弄，抓紧时间让我走，让我回去。回去。我告诉你，你告诉那老太婆，抓紧时间让我回去，要不然我会弄啊。是你妈妈让你在这冷静冷静，让你清静清静。她不是我妈。她是什么呀？她不是我妈，我告诉她，你等着让她，我回去弄她。说话别这么狂啊，你年龄还小，知道吗？